则八日在西门町举办签唱会，不止粉丝超多，小赖更是到场力挺。想到日前丰泽曾放话舞蹈要超越小赖，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耶？你会觉得呢？真的有一点难瞧。有，还会跳舞啊？没，就是证明那他其实不太会跳舞。而面对二月即将到来的个人演唱会，大家都很是好奇嘉宾到底是谁。嘉宾有想好了，但是。是蛮腻的，老实说。当然，如果他们有空的话，希望可以来参加。这次专辑的两首歌是跟谁合作的？这两首歌一定会演出，让我想一想，不一定。那演唱会会有秀一些小菜吗？还在考虑当中。有一次我吃那个家常菜吃了多少？如果是刚刚那个的话，可能确实有难度啊。或者你现在觉得你已经够坚强，因为之前的就爱他父母。哦，我一直以来觉得自己还算 OK 啦，蛮坚强的，因为我都有去健身房。只是我还在上一个位置。我在考虑，甚至要练太极，你知道吗？你听说我什么刺激吗？没有，我就是。该不会有人发文然后很刺激到？对，我看到了。看到吓到。没有觉得长不一样吗？讲到。No comment。很难不看到你们都 tag 我，我都说。你有滑掉吗？就是这样子了，对啊，就过去的事情，对我来说当然是祝福，彼此，大家希望未来一切平安跟健康。我觉得这是比任何事情来的更重要的。这男人的情商这么高，谁能不爱啊？